错过了最佳时机。一万一买入，打满90万股，还有600万，再买90万股，哎，8000多，再买。觉得不可能再跌了吧？又买了90万股，是吗？没有吧，我可以卖的吧？你看，我给你看看我有多少钱啊？我有多少股？卖出股票，哎，我只有99万股。那我买了之后，钱确实是没了呀，那钱去哪儿了呢？钱去哪儿了呢？我请问，对吧？显示上限，显示上限99，就是我卖出了之后，我还可以接着买。这 SB 快4万了，我去，真的跟比特币一样。睡觉。算了，享受生活吧，不要被这些。讲心情，什么在公司啊？不用不用回公司的，公司我还有什么可以开的公司吗？哇，小岛农场昨天亏了10000，加工厂10几万，游艇10万多，540万，这540万买点债券，买债券吧。哎，不是，我点错了，要买债券。算了，不买了。多的股票在公司，确定？确定？别又骗我。我不用去，那如果他在公司我也不用去，他在不在我去了没有意义，只要这股票没丢就行。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进去。10点半了。我的卫星梦今天实现不了。我准备最后清一次仓，看看我剩多少现金。但卡拉卡拉地产这个价格太低了，不想卖。好，就去看看我的公司里面是否显示